比赛要进入到的是六局的上半了，目前双方是一分的差距。这个球打在游击方向，没有接到，王胜伟上一垒垒包了。哇，游击手啊，这边感觉好像是掌握到了，但这个球没有接到，漏到后面去啦。记录上面呢是要给失误一个，所以球队来讲哦，当他的一个状况比较不好，尤其是投球跟打击哦，表现比较没有如预期的时候，手背的这部分哦，真的要多一点点的专注力了。